我讲公平，恁实在不是一两天啊，恁实在真久啊。我是什么款的人，恁应该做了解。假使讲我若真正有做这种违法的代志，我见笑见笑死啊！我哪有可能搁坐咧遮，你到甲你坐啦？我哪希望讲你会当相信我。伫遮敢若有公事公办，你莫甲我讲什么交情啦。有偌济证据，我就讲偌济话。你只要回答我，你是毋是行贿总长？ 我无啦，我只是咧协助恁调查尔啦。而且我相信讲，业界人无可能做种违法的代志。你莫假尊讲，你无认罪就无代志啊。这案件是牵涉着总长，阮地检署为着要表示清白，一定会严办的。即个你也敢莫假尊讲，会当简单就脱罪啊？你明仔那用一个封条顶面的记号，就讲我乌写恁总长啊？啊无，我嘛会当讲啊。 阮业界的金库钱无欠，这是谁提起予恁总长？是恁总长，你讲白菜。你竟然甲阮总长讲白菜？为什么？什么创啥？你安尼是要创啥？ 你敢唔知影为啊检察官是同罪啊？规日拢互你误导啊，加派一条罪敢唔差呀？总长，叶叶叶志成一个失去你弟啊，你应该详细状况甲伊讲我清楚。啊，若无我真正今日出代志啊！你先看你冷静下，我会叫人哦甲代志调查清楚啊。这代志你唔想清楚啊？啊，你讲有人乌说你，啊无伊想提钱落来。 就是你啊！看得过啊！我是什么时阵提醒予你啊？你根本是咧误导我，你为着要自保，甲所有的罪拢塞我头壳顶，你是叫我可恶的啊你！你，假使你肯认罪，我会当想办法减轻你的罪行。我什么代志拢无做，我是要认什么罪啊？规日吼，你任务尽拢有啦，你是走袂去啦。啊好啊，规日要去互关。 既然你唔惊我死哦，我嘛要你无命。你最后袂来啊！你死啊！叶志成，你千万莫想袂开呢。只要你好好配合，关两年就会当出来。假使你敢对我动手，你未来人生落去。无道啊，这口气我真正吞袂落。 其实我早就查出来啊，那是记者查到讲你有收一大笔钱，准备要报道。你为着要脱罪，竟然讲上瘾业界乌西利，我讲你的手段敢会收过浓度，收过垃圾？我讲的拢是事实啊。即马只要剩咱两个尔，你阁想要讲白贼头？讲乌西利人到底是啥？我无想要阁继续甲你啰嗦啊。 看你即摆哦，是要乖乖啊，互我甲你抓起来，还是爱我叫警察过来来支援？啊，安尼哦，时搞你的罪搁较重哦。你条村你即摆甲我讲这，我会惊吼。你是创啥？你条村讲即摆讲好啊，我会相信啊。这案件若是无处理好， 是影响着你未来的政治路。你为着要保掉你家己的名声，到时阵你就牺牲我一家。你讲了我唔对，我绝对不允许这样代志影响着我未来的前途。所以我一定把所有的罪撮对恁遐去。就算你即马知影，是果会当甲我安怎？真正唔惊死了。 惊死！哈哈哈！哈啊！你敢真正敢对我动手啊？唔是我看你无，啊！参前你这样有良心的人，就算讲刀啊，跪伫我颔管仔顶，你嘛拄袂落啦。安尼哦，啊，无咱来试看卖。哼！警察组长，慢开。
是你讲要试告白啊？我志成，你卖怪我，不是我要害你的，是朝凤，那钱嘛是你送来啦，我嘛是去还要做慈善的，你知影？伊甲我讲哦，政府伊拢安排好啊，佮威胁我，一定要把所有的代志哦，拢落乎你啦。就安尼，我才会当脱罪啊。你确定是朝凤？你无讲白啥？当不出人命，我佮骗你是要创啥啦？看起来总长无讲白贼，你拄则毋是？志成，想袂到咱的默契遮尔好，嘛配合甲遮尔好，甲这只老狐狸拢骗去啊！哪呢？你会是红墨水？你两个竟然敢骗我！我即马随敲电话叫警察过来，唔若要甲叶志成抓起来，连你互伊偷偷出来。埋伏连带责任，总长，歹势啦，拄只你讲的话，我拢录起来啊，是不是爱我放互大家听啊？这唔只代志是你呢，你哪敢到你要讲这款话啊？你今麦是叫少强来教示我是无？二哥无甲我讲啥，我是来接你回去的。不过想袂到呢，想袂到会发生这件代志。惠弟，你已经知影这件代志，那安尼你就家己去问你的亲生妈妈，替爷家出一口气。问我的亲生妈妈，你敢拢无责任？有，我的责任就是，我当初要嫁予你的时阵，我目睭乌白乌金，我若准讲你已经疼惜我，结果呢？你还听笑？那是用嘴讲的。我是要加一个大家，我敢还要变做伊的妻子？我的日子真正足凄惨，这都是你弟嘛？亲爷嘛，阿恁大拢在啊？少强讲你把风吹走啊？我咧等你才回来。那咧，我老公做代志，少强敢不能甲恁讲啊？既然安尼哦，我有话就直接讲啊。拄仔我念过啊，啊，不过若因为安尼伊就变乖，迄是无可能的代志。伊讲讲到最后，阿红有表示过，讲伊想讲，搁要留来甲少强互相扶持。除了伊巴肚底囡仔以外，伊当少强对伊真好，伊对少强还佫有感情。既然安尼，你嘛肯转来叶家，安尼以后任何代志拢爱照起讲来，大家安怎讲，心不安怎做，无话通讲。安尼我唔着黄苦到啊！亲家，我袂真正苦到阿峰啦。对啊。你即卖有心，阮要求你的代志嘛有限，绝对无可能爱你破茶打水走五百障碍。啊，毋过洗衫、煮饭、厝内底的小事，你拢爱打起来。真毋是爱我做苏永林，甲离婚坐甲比起来，做苏永林好真济，比坐外遇间搁较轻松。你犯这么大的错误，即卖要转来叶家，当然配合人要求啊。声我耳仔拢要让你叫破，妈，嘉玲，你是要怎么的吓惊我？我哪有吓惊你啦？我是好心要叫你起床，啊，你也不是无识识阮啊？不是啊，是在我的房间呢。啊，而且吼，我才打困前醒，目睭还袂睁开，你讲我才哪见着，我当然会惊着。哦。
我抓准讲你做恶梦，还是搁做啥物亏心事，才会这么惊？我无。我无做诶代志哦，莫一起床就摕来点我，安尼我规天心情都真无好。我感觉是看你睏遐尼久，拢还袂精神，烦恼你是毋是身体无爽快，想要问看卖你敢有发烧，才会我遐尼紧。即摆才十点呢，我诶习惯是睏到中昼十二点。来，请出去出去，我要睏哈。睡到中昼十二点，啊，唔着半工的时间，你拢浪费去啊！我到这里已经运动转来，啊，你搁倒调的，啊，你后摆是咪要教囝？哎，着等囡仔出事了后再搁讲啊！啊，等囡仔即摆搁伫我只巴肚内底着无？我着应该好好休困。既然唔是身体无爽快，安尼就是歹习惯，歹习惯着爱改。对，明仔载开始八点，你甲阮。做伙来运动，我不爱。不管你讲啥啦，明仔日早起八点我就会来遮，负责给你叫起床，啊，再教阮做伙来运动。哈，莫哀呀啦，还佫有哦，今日煮饭的阿姨休困，爱麻烦你煮早顿。啊，厝里的人拢甲阿妈去拜拜，剩咱三个，你就免煮青菜炒、青粥小菜就好啊。谁在爱我煮啊？这是做媳妇的工课啊！我甲嘉玲规身躯汗啊，我先来洗身躯，啊你脚手较紧嘞，早顿吃完，咱阁有代志要做。爷，妈，什么代志？爷啦。晨曦，别关会哦，来叫下主聊，来，请。好，安尼好啊。来，这里的资料啊，去楼顶关会就用啊。哎，小姐，来，这是你的赠品，感谢你的爱心。啊，夜车轻松吹风，啊，伊在遐路边拍光，搁较讲我知影讲爱选家。捐血一代救人一命。捐血有您，爱不止息。捐血一代，救人一命。捐血有您，爱不止息。我要关怀啊！哦，先生，你有啉酒，你袂当关怀哦。啊，你讲啥？你袂当关怀。等，先生，这是有关怀才会当提啊。像啦。嘉玲，妈，你进来这个人，你小舅子都要关怀啦。哎，妈，你别过去，我来就好。哦。放手啦！我的死！你别搞动嘛！好干，欠血啊，闪着红台尾。这位先生，你别在这乱，请你马上离开。啊，若无我就打电话报警，把你抓走。我妈在你咧遐，你马上会当报警。哎，嗯，啊，你头拄仔是安怎不爱和我讲话啊？啊，我，小舅搞我红呢，无你是希望讲，伊当我的车烧我的目睭，你才甘愿哦？我无伊个意思啊，我是关心你。我的头要再去